圣贤境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则群生得光辉。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望八村，白杨逢运到县城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到德阳，万般闲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愚止离苦轮，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昭元一季飞，莲花座上会当持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喜事归一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之，学治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大道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市民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物但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喊逃，士农及公谷，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存心念，心明诚心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福禄前言亨利贞，诵此佛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佛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，诵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安，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，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，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，济公佛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贤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，济公佛佛耶，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，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托，确保耳切除邪魔永消灭，真诚诵此经，故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，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佛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南古佛十叩首，一叩在口，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检点完师，你的麦克风要关掉哦。感恩，恭送济公佛佛救世真经。济世智群
天，政府之可国用之一常事，国法无边化，法大千，真经欲出，消灾解除大法，分修身治地公君，八八圣贤。心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而光辉。太子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。应生下凡施天坛，中土有缘分。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。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良。万般咸养运大同，大家佛光照。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。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。网络不顺了，弹出来了。重新连了。新城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灭不残。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。福禄前言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佛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安。和平部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法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佛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切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。老幼康安，延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南五佛十叩首，一叩在口，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送弥勒救苦
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哎呀，网络不顺了，第二次弹出来了，重开机。啊，不容易啊。外出的网络跟回来用的网络不一样。重新连。五七扣八扣九。哦，十扣十。不诵经回向文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林。姓玉。弟子冯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佛佛，济公佛佛，业会菩萨，业会菩萨，慈。祈求一点旅顺，祈求福国泰民安，
而太平安。治所治法。治所治法。正直昭格。正直昭格。正法。南无。南无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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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师，那各位同学们，破邪打不到正题，感恩大家晚安喽。阿姐，你好棒！谢谢，刚刚晚安。反正前线啊，很优秀，前线啊，晚安。田经理晚安，感恩啊，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护灵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助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线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哇！Mm-hmm.